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心观》啊！我们现在都知道，香烟呢、啊、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影响危害啊，绝对不是只是肺部、支气管、气管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当然就是要戒烟呐、啊。那么透过各种不同的一个方式啊，让大家了解烟害啊。那么把时序啊带到1831年，这也是禁烟呐、啊。禁烟啊，这个1831年呢、啊，怎么禁烟？这发生地点是在虎门呢、啊，虎门这个地方啊，其中有一位人物啊，在那边督导，大家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聚集在这里，然后准备给它销毁。这是什么样的香烟吗？不是鸦片烟呐、啊，鸦片烟。所以大家知道，英国在18世纪啊，18世纪1739左右年龄的时代的时候，他成立东印度公司啊。那么这个东印度公司啊，就负责把很多的东西啊销售到东方来。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商品呢、啊。对健康危害自身且具，现在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就是鸦片烟。所以那个鸦片呢、啊，对当时的一个社会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位清朝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林则徐啊，就在刚刚1839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啊，去把这样的一个禁烟的一个情形在虎门这个地方来。进行啊，结果这后续当然我们也就知道，引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啊，中国近代悲惨的一个历史啊。其实你看看，西洋强权呢、啊，也是让我们觉得、啊，当时他们也知道这个对自己身体不好啊，在自己国家里面不能用啊，你到别的地方去用啊，赚取大量的这个白银呢、啊，这相信啊、整个一个人类历史里面那种强取豪夺，国家强，他就会能够经济权力背后就是他国家的一个实力啊，我们也可以了解。所以这个林则徐上面他写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容易啊！一个人要有那样的胸襟啊，是非常难的事情啊。更难的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你要无欲则刚，而且能够像那样的一个峭壁一样，能够耸立在困难的一个状况之下，有那个力道去挑起那个重担。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当然也面临的这个确实许许多多相对于他讲起来也是非常辛苦的那面的一个折冲啊。好，相对于那个时代就是这位有关系啊，这位长得你看气质这么好，这是在公主时代的时候啊，维多利亚女王她在公主时代的样子啊。维多利亚女王就是在英国她最强盛的时候啊，那么把刚刚东印度公司啊，18世纪那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开始把这个西方的一个强权经济势力啊、影响到东方非常大的。那么她背后啊，是其实也是气质背后让我们也不胜唏嘘的地方啊。不过这个时代有时代背景，我们也不能太去强求他们那个时候就要去想现代很多的这个事情啊。不过提到一个公主啊，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公主啊，这个公主你看这一幅画，你就感觉这个其实怪怪的，这不太对劲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是十八世纪一位非常特殊的一个画家，叫福谢利啊，他常画出心灵那一面的那个冲击啊，还是蛮特殊的。所以他把这个公主那个心灵那一面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用这样子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然后不安的那样的一个色调跟那个线条，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这其实就表示这个一个故事啊，有个王国王啊，阿尔戈斯这个国王啊，这个国王啊，他听到一些人跟他讲说，你呀、啊，将来有可能被你的外孙杀掉，外孙杀掉。古代人常常有那种很多预言家还是怎么样来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他就说好，那外孙杀掉，那他女儿，这是他女儿，
就是那刚刚那个公主啊，叫达纳尔、啊，这个公主长得确实啊，标致啊，落落大方。他说像这样的情形，那能怎么办？那我把她关起来好了，关起来她没有对象，那她怎么可能怀孕？那这样当然就不会有外孙，那我就不会有生命的威胁，把她关起来。关起来是阻止得了一般的人，阻止不了谁啊？天神，宙斯啊！这个宙斯啊，化成黄金雨啊，他也知道凡间有这样的一个美女啊，化成黄金雨啊，飘雨啊下来，结果就让达纳尔怀孕了。于是就他就怀孕了，就生下了他的这个儿子啊，儿子就是非常后来非常有名的柏修斯啊。那么这时候，这个国王想，这下糟糕了，他总不能把他外孙杀掉，因为会得罪到宙斯啊。于是他又想到另一个方法，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盒子啊里面啊，把他丢到大海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刚刚那个佛谢那个画的这个画，就是这个是海神啊，叫波塞冬啊，他来看到他们这个母女啊被放在那个盒子，在这个汹涌的大海中，随时可能会死亡的状况之下，把他救起来。救起来以后，刚刚被救起来的这个达纳厄跟这个后来的柏修斯啊，那当然他就衍生成那样的故事啊。那到底后来他有没有把这个外公给他杀掉？有，为什么把他外公杀掉？他是不小心的，他在那边练那个铁饼啊，希腊有那个练那个铁饼，现在还有。这个丢出去的时候，这个力道直得太远，砰一下把他外公头给他砸坏掉，这样一个状况。希腊神话这个反正听听就好，这里面是无奇不有。我们要丢一个东西啊，大家想，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脚，手背跟脚，这其实差异性很大的这个状况啊。这边的肌肉我们是画的好像是这个线条还有它的一个量啊是蛮大的一个状况。事实上这里的肌肉啊，包括在这个肩膀附近的一个肌肉群啊，它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样的坚强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胸壁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如果再往这个地方，肩膀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这些有肌肉，这里是我们的肩膀。这个肩膀上面这个蓝色这个标志的地方，是里面还有一些关节液啊、滑囊液在这个地方啊，那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活动啊，会变得更好的一个状况。能够实际上控制我们这个关节的，事实上它的一个肌肉群啊，并不太多，环绕在我们的这个肩膀这个关节这个附近啊，所以它要控制的非常精准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再加上我们常常在做某一些重复动作的时候，这些肌肉所谓的旋转肌它有可能受伤。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就是肩膀的这个右边肩膀的一个疼痛啊，然后活动力受到影响，造成她生活上非常不方便的一个状况。这种一开始的疼痛，它是不是说一动就会痛，那么动上可以活动到一个范围以后，要再往上，哇，抬不起来的这个状况啊，又要手去扶的这个状况，造成他的一个生活上非常不方便的情形。 X 光我们当然骨头的 X 光啊，勉强可以看到是有点骨刺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骨刺可以看到更明显，并不是代表说它是骨刺直接造成，而是这个骨刺啊是表示反复发生一些刺激影响以后，对这附近的一个肌肉它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一个影响啊，意思就是说会造成那个地方甚至于撕裂断裂的一个状况，这是旋转肌断裂，这并不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形啊。核磁共振当然是最好的一个诊断方法，可以看到我们在肩膀那个地方啊它的断裂的一个状况，那么临床的骨科的医师啊可以再透过现在手术的方式啊，把它断裂的地方想办法再给它固定住啊，那这样达到一个它活动比较能够自我照顾的状况。这跟所谓的五十肩啊、冷冻肩啊完全不能动的状况还是有点差别啊。那个完全不能动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比较趋向于像是冷冻肩，就是五十肩啊，那个一开始啊就已经举手啊就已经非常困难，那么这个旋转肌啊就是在活动过以后一下子以后，它的一个疼痛感会增加的一个状况啊，找出它的一个病因啊，然后来做真正的一个对症下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爱护它啊。好，提到林则徐啊，还是要强调禁烟很重要，我们现在要禁的当然是香烟啊，那么这个臂力千仞啊，无欲则刚。感谢您收看，再见。